快住手，那是可乐哥哥的积木。我把里面的积木压实，等会坑他。不好吧，这样会吓到他的。可乐哥哥 Hello， 麻烦拼他们出来。虎王鼠四会接龙九九二卡四四，还有五个，一定我也拼不完啊。罢工，你等等，拼一个也可以。我也不要。你快回来，我让小伙伴都给你点赞。哎，这个好说，有小伙伴的支持，拼哪个都可以。你说的，拼虎王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可乐哥哥上钩了，这剧中的天衣无缝啊！这次我就拼虎王。咦，好轻啊！像这种我一天能拼五个。哈哈哈，等会你就知道厉害。开箱。咦，这么点积木也太容易了吧？还发现一对眼睛。这是小猴子吗？竟然能装这么多积木！哈哈哈！刚才谁说一天能拼五个的？好轻啊！像这种我一天能拼五个。Kimmy 们不要戏弄可乐哥哥了 ，Kimmy 四四还在前线战斗，等我们支援。对哦 ，Kimmy 四四还和 VK 四四战斗。开始拼虎王底盘。虎王是一款德系的重型坦克，前重 69.8 吨，车体前装甲板厚150毫米，可以防一反坦克手雷。炮塔装备一门88毫米火炮，可携弹足足80发，火力相当大。哇！你会喜欢虎王重型坦克吗？嗯。高性能履带，开始拼虎王重型坦克的防御装甲。积木创意拼单，如果你喜欢我拼的虎王重型坦克，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，你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这虎王的外表非常适合在雪地里战斗，像穿着白色的吉利服。可乐哥哥，你可以拼快点吗？我方已经处于大劣势了。是的，需要我们和虎王前去支援。我已经没能量了，加速不了。可乐哥哥，我让小伙伴们给你点爱心增加能量。哇，真的好多爱心啊，我现在能量十足，加油。你喜欢坦克动画里面哪个角色呢？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先拼出来，后面不断更新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贴上眼睛贴纸，虎王重型坦克组装完成。身穿白色皮肤，非常适合在雪地里战斗，炮塔可以前方位转动打击敌人，装甲板厚达150毫米。虎王，你终于拼好了，我们都在等你。你们等我干嘛？ KV44 在战场苦战，我们要去支援。走，我们一起去。